河南省临县，是我国著名的大寨式的先进典型，也是我国水利战线上的一面红旗。英雄的临县人民以大寨人为榜样，自力更生，奋发图强，苦战十年，终于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筑起了一条人造天河红旗渠。红旗渠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临县的面貌，把过去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旧临县变成了渠道往山头，清水到处流，旱涝都不怕，年年暴丰收的社会主义新山区。过去临县境内群山林立，沟壑纵横，土薄石厚，水源奇缺，粮食产量很低。解放前流传过这样的民谣：光岭秃山头，水缺贵如油，豪门逼租债，穷人日夜愁。由于严重缺水，临县的许多村庄连一眼吃水井都没有。有的村庄虽然有吃水井，但是井深水浅，取水非常困难。因为缺水，过去全县有一半以上的人力得常年翻山越岭，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担水吃。解放后，临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，
解决了部分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，但是由于临县境内水源不足，遇到干旱就要河渠断流，水库无水，严重阻碍着临县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。敢想敢干的临县人民遵照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，决定到山西省境内去劈山倒河，彻底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。他们要把漳河拦腰斩断，逼水上山。然后再劈开石子山、老虎嘴等50多座山，凿通42个山洞，架起几十座桥梁，修建一条宽8米、高4.3米、长140华里、引水量为25秒立方米的总干渠，把漳河水引到临县的分水岭，再由分水岭修建3条总长度为203华里的干渠，把水送到临县各地。总干渠和3条干渠修成后，还要修建481条总长度为1896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。在配套工程中，要建成14座电站，打通75个隧洞，架设91座渡桥和3000多个水库池塘，使全县形成能蓄水、能排涝、能灌溉、能发电、工农业都迅速发展的新山区。引漳河水来临县的工程是1960年2月动工的。在艰难的进军路上，社员们高声歌唱，贫下中农志如钢，千军万马战太行，劈山引水为革命，定迁漳河回家乡。当时的工地上一无住房，二无道路，只是一片荒山沟，修渠大军就住山洞、睡席棚，有的还住在山崖下，铺地盖天，无所畏惧。临县人民胸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雄心壮志，争做当代新愚公。任何艰难险阻也挡不住临县人民前进的脚步。在引漳入林的工地上，不断涌现出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英雄战士。贫农社员陆银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创造了用水盆代替水平仪的测量方法，为修渠大军打开了前进的道路。
临县人民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摆开了劈山倒河的战场。经过多年风化的悬崖峭壁，常有浮石滚下来伤人，严重的阻碍着工程的进度。共产党员任阳成越是艰险越向前，他带头下悬崖，峭石除险，扫清障碍。任阳成却勇敢地回答说，下崖除险为革命，粉身碎骨也心甘。碰到向里凹进去的险情，就得进行飞崖除险。任阳成和战友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，未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。高山挡住了红旗渠的去路，社员们决心把它炸掉。红旗渠将要在这些悬崖陡壁上通过。红旗渠将要在这些悬崖陡壁上通过。把几千斤炸药装进一个炮眼里，这充分显示了临县人民敢想敢干的精神。贫农社员长根虎为革命凌空点炮，沉着勇敢。
雄的临县人民，还把引章入林工程正式命名为红旗渠。在最困难的时刻，临县人民开始了凿通青年洞的艰巨工程。青年洞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，是红旗渠的重点工程。如果青年洞凿不通，整个红旗渠就不能通水。青年洞的石质非常坚硬，社员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。他们说，钻透太行山，埋葬地修反，修渠为革命，凿通青年洞。社员们以老愚公每天挖山不止的决心，一锤一铅地奋战了1年零5个月，终于把这个长616米、宽6米2、高5米的青年洞凿通了，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的胜利。临县人民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，始终遵循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没有工具自己造。没有炸药自己碾，没有石灰自己烧。为了满足工程大、用灰多的要求，临县人民创造了无窑堆石烧灰法。无窑堆石烧灰法就是在平地上起灶，一层燃料一层灰石的堆起来烧。临县人民用这样的方法，一次就烧成石灰400万斤。临县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。这是桃园桥工地，由于这里沟深坡陡，夏季洪水很大，两岸社员常常不能通行。社员们就设计了这个桥下走洪水，桥中过渠水，桥上能行车的三用桥。在刚开始建桥的时候，有人说，我在书本上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桥。社员们自豪地说，咱们把桥建成后写到书里去，书上就有了。他们高声唱道，毛泽东思想练红心，铁肩能抬1000斤，修渠架桥为革命，敢叫山河日日新。经过103天的英勇奋战，社员们就把这座高24米、长100米、宽6米的三用桥建成了。这是红旗渠二干渠的夺峰渡桥工地。这座大渡桥是长413米、高14米、宽4米，由50孔组成的巨大工程。在这个工地上，既没有机械化设备，也没有钢骨水泥等建筑材料。没有现代化的建筑材料，就用石头来代替；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，就车拉肩扛。连孩子们放学回家都自动扛一块石料送到大桥工地。没有现代化吊车，年轻的女社员们就创造了这种土吊车，同样把沉重的石料送上高空。
那些资产阶级权威们断定根本无法修建的夺风渡桥，临县人民只用了150天就建成了。这是横贯卢寨岭的曙光洞工地，洞长8华里，是红旗渠、桑干渠的咽喉工程。社员们群策群力，创造了竖井分段作业法，同时打34个竖井，由原来的2个工作面扩大为70个工作面，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。这里地质复杂，有的地方石质坚硬，每前进一寸都要进行顽强的战斗。有的地方又多水塌方，严重地阻碍着工程的前进。共产党员王师存为革命抢挑重担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带头出险。王师存说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，中国人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吗？为革命修渠，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们。卢寨岭就是一块铁，我们也要把它挖个窟窿。经过1年0-4个月的奋战，把曙光洞凿通了。社员们兴奋地说，人民公社力量强，凿通隧洞8里长，毛泽东思想指方向，迎来曙光照太行。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，经过6年多的艰苦奋战，临县人民终于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建成了全长为343华里的总干渠和3条干渠，使临县人民引漳河水来临县的理想变成了现实。红旗渠的干渠工程就要通水了，这是临县人民值得庆贺的欢乐节日。人们从4面8方赶来参加红旗渠的通水典礼。河南省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同志来参加大会，热烈祝贺红旗渠干渠工程的胜利完成。临县革命领导干部杨贵同志宣布开闸放水。
这是毛主席给咱送来的幸福水，喝在嘴里，甜在心头。激流在奔腾，人们在歌唱，歌唱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，歌唱伟大的毛泽东思想。临县人民立即投入了红旗渠配套工程的新战斗。任何困难也难不倒英雄的临县人民。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。在红旗渠配套工程紧张施工的关键时刻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一次来到工地，和社员们并肩战斗。红旗渠上的老英雄们在继续前进，充满革命朝气的青年一代也在茁壮成长。这是东港公社北角大队贫农社员韩用地领导的铁姑娘队，他们敢想敢干，破除了妇女不能下深井劳动的迷信。韩用地和他的铁姑娘队充分发扬了排除万难的精神，不但学会了在深井中抡锤打铅，而且还学会了装药放炮，为全工地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榜样。贫农社员郭秋英领导的铁姑娘队，为了加速工程进度，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下深井赶烟。
由于井深洞窄，爆破后浓烟不能马上排出，要是等浓烟自然散去，就得五六个小时以后才能工作，严重阻碍着工程的进度。因此铁姑娘们就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下深井赶烟出动。浓烟呛得铁姑娘们喘不了气，睁不开眼，但她们不向困难低头，坚持战斗。为了加速红旗渠配套工程的进度，临县人民不分白天黑夜的战斗。临县人民豪迈地说，我们要手提漳河水，脚踏太行山，修渠为革命，黑夜当白天。这是卢寨水库工地，是三干渠上长藤接挂的重点工程。为了把农闲时不用的水存起来，等农忙时再用，在红旗渠畔修建许许多多的水库水池，临县人民把这叫做长藤接瓜，这样就充分发挥了红旗渠的作用。毛主席指出，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，临县妇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战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，敢想敢干，苦干加巧干。这座能浇地四千亩的水库，东西卢寨等四个大队的社员只用了150天就建成了。红旗渠配套工程的新建筑相继落成，由东港公社、北丁野和燕花水等9个大队建造的曙光渡桥，是桥长550米、高16米、宽4.5米的巨大工程。刚开始建桥时，有人说，这么大的桥梁，光设计图纸也得8个月，没有钢骨水泥和现代化机械，只靠社员的2只手，3年也建不成。社员们根本不听那一套。他们依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集体智慧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精心设计，精心施工，只用了短短的56天，就把这座大渡桥建成了。红旗渠的工程全部建成了，经过10年苦战，临县人民修建了将近3000华里长的渠道。萧平山头1250座，凿通隧洞134个，总长48华里，架设渡桥
150座，总长13华里。挖砌土石方，共1640万立方米。用这些土石方，造一条高1米、宽4米的公路，可从临县北到哈尔滨，南至广州。随着红旗渠配套工程的完成，根本改变了过去临县干旱的面貌，不少村庄变成了江南水乡。红旗渠畔长藤接瓜，中小型水库像明珠一般串接在红旗渠上。红旗渠以前，临县只有10000多亩水浇地，现在水浇地面积已扩大到近60万亩，保证了农业的连年增产，有力地推动了临县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。过去的荒滩变成了果园，红旗渠畔的水电站也一座一座地建成了。随着水电事业的发展，各种工业也发展起来了。现在临县的小机械、小煤窑、小钢铁、小化肥、小水泥厂等都相继建设起来了，这些小型工业又有力地支援了农业。临县的农业也和全国各地一样，连年获得丰收。红旗渠畔喜丰收，衷心感谢毛主席。1970年，尽管遇到了连续7个月的大旱，但全县小麦又获丰收。
临县人民说，我们有种田为革命的思想，我们有红旗渠，别说是七个月的干旱，就是干旱的时间再长，我们也要增产粮食，为革命做出贡献。革命在继续，人民在前进，英雄的临县人民决心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，奋勇前进。Yeah.